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过两天不是520吗？林海说来看我。哎，那正好，我就替你回去吃饭了啊。回去什么？他520一直想约你吃饭，他喜欢你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哎呀，你帮我推了吧，我是有男朋友的人。哎，对了。等会儿下播，你陪我去逛街吧。行啊，买啥呀？我想买套新内衣。哎，你要的都讲了。谢了。这是要送给女朋友吗？嗯，过两天去看她。嗯，哦对了，我刚刚来的时候碰到老刘了，他让我跟你说一声，20号的时候要开会，别缺席。我就是20号的票呀，票都买好了。那你再问问老刘吧，看能不能请个假。喂，林先生，什么事情啊？那个，我有个事儿想和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那个，我估计没办法去看你了，临时有事儿。为什么？我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？突发情况，我去找我老师，可是实在推不掉。你上次就有事情，这次又……实在对不起啊。算了，没事儿，你去忙吧。李牧。陈发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。上次你在图书馆找的书，我帮你借到了，给。哇，这本书很难借的。我跟图书馆阿姨关系好吗？谢谢你啊。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520那天你有安排了是吗？诺娜跟我说了。现在没有了。那太好了，到时候一起吃个饭吧。啊。你回答我就当你答应了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拜拜。啊！喂。喂，默默，你在哪呢？还能在哪儿啊？我刚下课。嗯，下午在哪？肯定在学校呗，难不成你还能来看我？你怎么不说话了呀？我当然在寝室了，准备一会儿去吃晚饭。520快了。